阵，好可怕呀。前方的路会有许多暴走族拦路，这是最直接的办法了，但事情一定要小心，过大的骚乱会引来更多的人。是你啊，大楼里全是来，幸好甄小姐在这。可是现在，你好，我叫麻生甄，我们之前见过的，在旁边卖章鱼小丸子，我在这里打工，我是知道自重的。帮我一个忙，我其实明白，我在电视，所以你不怕？不管怎样，您是个善良的人啊。你去前面探查一下，我留在这边继续与学院联系。小心秩序，四道临头了还在那边聊天，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啊？兄弟们，撤了！甄小姐，想啊，这件事结束，不用了，他会给你奶。谢谢您，加图索先生。甄小姐，这里也不用你冒险，加图索家的男人可没有站在女人背。放心吧，他们不是冲我来的，我在掩护我们。我们去找车。
拔圣针。何云师傅回去就真小心，我想听一下你的分析。开什么玩笑，不是全部用联络器，你们也要小心。用你的联络器电联联系一下艾玛，说明一下这里现在的情况。联系不上，不管了，先去与凯撒他们集合吧。卑劣的混蛋，出仓。好，你和陆明飞一起。执行 Plan B， 陆明飞。什么时候？刚刚。总之，给我争取时间。
觉得还好，但是我需要去医院，你能送我去医院吗？我送你去医院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谢谢。真是个美艳的事，想要的话就要屠锁，否则的话，神的存在，老大，今天我将替神来审判。我杀了你！可恶！可恶！是某种能够活化龙血的药物，你们不应该让它吃下去。老大，